挑战者空降古都西安，你们要找寻天灵的瑰宝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等等我。Yeah! 好远呐，80公里呢。大哥，你有钱吗？有钱。追寻千年瑰宝的途中，他们却遭遇种种挑战。大哥，我服了，妙妙，不要跟智商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挑战者最终能否成功？好孤寂的背影，我恨你，九哥。纯真酸牛奶，我们的挑战，江苏卫视本周日20:30震撼播出。